人吃鸡，全家光荣，又是普普通通的一天，在训练基地被打怕了，今天我就躲远点，来自拉卡威换个心情，对，非常安逸。咋我刚落地没多久，队友就开始干人了，这么凶残的吗？我这个队友有点子东西啊，一声不吭的干掉不少人呢、啊。我得跟过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又遇到大神了？兄弟，要不要上车呀？挂，又是个挂，啥情况呀？十把游戏九把遇到挂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跟过去看看。看见没有，非常凶残，动不动就把别人车给爆了。我们现在跟紧一点，看他能玩出什么东西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有人打我。躲起来，让他们白头，舞台上给你，我出去躲躲子弹。怎么打我呀？我只是一介凡人，你们神仙打架留我一条小命啊。瓜哥能不能服？啊，虽然你救了我一命，但我还是要找个机会把你给炸死。不是我大鹏不懂感恩，实在是我那些粉丝呀，一个个都跟外挂有深仇大恨。兄弟，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就让你多活几分钟。哎呦喂，这跳的，你这是要上天呢？你们看，这挂哥贴在地上开加速，跟蛇一样爬得飞快。吃鸡能玩成你这样也是厉害。又在前面打人了呀，跳这么高也没见你杀到人，这锅开着有啥用啊？你说说。眼看也没剩几个人了，我打死外挂的计划可以展开了。很显然，挂哥在聚精会神的找人，我们偷偷的趴在这里，隐蔽好自己，悄悄咪咪地掏出我们的大手雷，准备。好，他看过来了，我暴露了，不行，快取消。这么快暴露就没戏了，我有办法了，假装扔一颗烟缓解尴尬。咱把语音打开。大哥大哥，我刚刚不小心的，你相信我。看他的表情，我已经重新取得信任，可以伺机而动，寻找下一个机会。好，就是现在，他还在打人，肯定不会想到身后的队友竟然要置他于死地。准备炸。喂，啥情况？他闪现了，车都炸不死。算你狠，但是告诉你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本舵主就是见不得你们这群外挂玩家。现在人比较多，就让你多活一会儿。在即将吃鸡的时候，我再一个手雷丢过去。不行不行，这跑得这么快，怎么炸呀？被打死了？不会吧？这么说上面也是外挂咯，深刻雷试试。哇，好凶好凶好凶。哦吼，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虽然这次没有成功炸死他，但是下次我会努力的。